近日刘佩月将一头留了多年的秀发剪短，被网民激赞新造型似日系女模。其实近年有不少长头发的女星都将头发剪短一改造型，开馆就搜集了几位日、韩、中、港、台一剪成名的女星。张君玲一向被赞古装美人，近年一头短发示人，被赞超型格。新垣结衣自出道以来都是以长发示人，在逃避虽可耻但有用中的一头短发，不单止减龄，亦都轻易令观众留下印象。周冬雨的一头长发虽然带有邻家女孩的气质，但短头发令到她的五官更加立体。这一位女星斋睇相，观众未必认得出是她。不过自从韩剧《她很漂亮》以短发示人之后迅速爆红，大家以后都记住她的名字就是高俊熙了。